其实呢，好多时我都觉得，我唔系想象中咁爱剧场噶咋。有几多演员？有几多演员可以完全自由咁样喺呢度做任何可以佢想做嘅嘢呢？大部分都唔得，因为你讲嘅嘢，你排嘅台位，你所有嘅走动，你同人嘅溝通互動都是排練出來的，而我們永遠就是記住好還是不好，做得好還是做得不好，夠不夠好，夠不夠比其他人好，是不是自己的最好，但好像不是這樣啊，但好像不是这样啊。直至到你真的找到这种连结，这个连结跟这个空间未必有关系的，不是第一行和最后那行的关系，不是买便宜飞和买贵飞，很老土啊。但那样东西其实都是要 honest。我好像很认识，好知道一切，但嗰啲未必系爱咯。我好开心啊！好开心咧，细个嘅时候，你知道我试过 nude 哦，嗬？我试过喺个台度 nude 啊！我想如果你现在叫我做呢，我应该做不到。是啊。有时想想我觉得很戆居啦。觉得很冲动啦。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呢？大家又觉得其实。因为这里是我家。都不是属于一对鞋啊！呢度是属于直接的接触，直接的接触，直接的接触。其实我不是很大胆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呢，我是可以随意随意地被人看着我的身体，看着我的情绪，展露我的想法，表示我的惊恐啦！我可以在这里将我最觉得不可以拿给人看的东西拿出来，因为不知道由几时开始，我相信了你们，我相信你们是没有 judgment 的人，我相信你们不是为了批判我而入来，我相信他们是因为了解我而入来，想明白我而入来，或者是因为
同你一样，所以行入嚟。而呢度变成咗一个除咗你屋企嘅被斗之外，唯一一个最安全嘅地方，你可以肆无忌惮咁样，暂时将你仲想表达嘅嘢表达出嚟。你知唔知最靓系乜嘢啊？最靓系因为嗰样嘢系我话事噶，我想就得噶啦，我想就得噶啦，唔使人哋觉得我好唔好，唔使人哋觉得 O 唔 OK。有冇谂过其实有几多人睇过我嘅演出啊？有冇谂过喺观众入边最衰嗰个观众曾经点样谂我？影响最深远嗰个观众又曾经点样谂我呢？其实我从来冇试过对住一个冇人嘅观众席做戏。好神奇啊，好得意啊。当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表演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做任何嘢都是一样表演来的。任何跑步是一个表演，跳起一个表演，跌低啊都是一个表演。我不出声是一个表演，我大嗌是一个表演。那乜嘢是表演啊？连呼吸都是一种表演。不是个个演员都是这么享受被人家望住的。不是个个演员都可以在舞台上面找到他自己的自由和自在。不是个个演员都知道真正的真实是什么。不是个个演员都明白，明白是几咁重要。我好耐冇表演过啦，我成日都唔想自己随便去表演，因为好惊睇烂咗咧，人哋就唔中意睇。我想每个人对于我嘅表演都系期待，同埋用一个渴望嘅心入嚟。去睇，去聽，去了解。我唔想辜負自己每一次上台嘅時間。有一句說話好難聽，但係的確，我好討厭裝模作樣。不过我而家都系装模作样紧，因为喺呢度你做乜都可以被原谅同宽恕，几核突都当系灰客，加啲幻想力，几假都可以系真。原来我真系冇试过对住一个冇人嘅剧场，装模作样，装模作样。Hello，
Stay awake. Please. Stay. Stay. Awake.這個劇場不是我最有感情的一個劇場，因為在這個劇場我現在身處這個地方，我只是曾經做觀眾，但是作為一個香港的演員呢，其實我們對不同的劇院和劇場是有不同的情感的，所以當我走入這個劇場的時候，它給我感覺我很清楚知道這個是一個 theatre 或者是一個演出的空間，那我就好享受，我可以喺無論呢個叫唔叫舞台，一個表演嘅空間嗰邊，我可以 recall 翻我好多曾經好享受嘅一啲探索嘅過程，冇排練啦，冇 end result 要追，然後喺個空間入邊，我隨意自在地去開拓一啲唔知嘅旅程。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奢侈嘅，而且但係佢好珍貴咯。我好慶幸我自己成長嘅過程，其實我有經歷過呢啲階段，一啲相對地比較抽象嘅探索。咁所以對我嚟講，我係覺得好中意。其實我真係好中意呢種特別，無論講嘢唔講嘢，淨係用身體嘅創作。咁我覺得面對一個冇人的劇場，我很欣喜地發現，其實我沒有一種可能有人會覺得一種迷失啊，或者過分的思念啊，或者是一種失控啊，甚至是一種不安全感。我很有趣地發現自己都沒有這些感覺，反而我覺得在這裡很自在。無論有沒有觀眾，其實這個地方不會改變它對我的影響，就是我在這裡是一個非常之秘密、很私人，但是它是一個公開的空間。各位觀眾，現在休息片刻，請安坐於座位中，演出即將開始。各位观众，现在休息片刻，请安坐于座位中，演出即将开始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this is a short break. Please remain in your seat as the performance is about to continue.